的四大天王风靡亚洲，万千少女都想做天王嫂。现在的天王们都有了或曾经有过归属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哪些女孩得到了天王的宠爱吧。方苑是最近最火的天王嫂，成功拿下郭富城，又生下小宝贝。现在天王嫂的地位稳固，一鸣曾经和混血模特乐基儿结婚，两人相差16岁，后来因为观念不合和平分手。张学友和罗美薇1996年就在伦敦注册结婚，很少秀恩爱。刘德华拥有很多女粉丝都为他疯狂，当年爆出已婚也让不少粉丝心碎。背后的女人朱丽倩因为刘德华的原因婚礼都没有举办，但是两人直到现在依然恩爱甜蜜。四大天嫂，你觉得谁最美？